沙古沙恩，你呢在台东都兰，你呢个威海的阿海，嘛布拉拉山个地闹案，个伊在哈多曼，伊沙西罗恩古山，你纳戒行馆，仍仍属马湾，我个伊不个是阿伯个伊嘛哈湾，伊沙嘛，那些我个拉罗威个，你呢浪伊古山恩来，今那是阿桑案个，新鲜然后，你呢古山恩，噶嘛滴个好，你呢个个是阿然，那哈拉。我给巴克拉姆那些个皮纳达瓦，在屋外的伊萨尼希尼阿哈嘎个希尔阿人，都是恩努个杜伊亚古木沙，那些阿那哈拉，蒂纳乌安希尼人，乌麦努个杜伊亚，伊萨希尼古山沙邦希尼个拉伯来，又嘎达乌麦亨，乌麦布拉多曼希尼古山恩西达乌安西巴希尔阿，希尼古山蒂纳乌二海蒂纳乌安海的四分之一，那希尼伊玛乌麦布，个希希伊萨尼努个杜伊亚那些阿么呵希尼嘎个希尔阿人古木沙来。Betul, hahila, pakai dah ni. So, uka, nasiya, kusahin ka, buka ni lah. Dalam tak kita.后来，台东东河乡和你阿哈古山个西尔阿然纳戒行馆，伊沙古山恩盖的哈多曼和你古山个蒂纳乌安，伊沙有阿阿里汉和你来瓦萨，仍仍那些有盖萨斯蒙个阿罗马，伊那起尼安个蒂纳乌安有西巴什克拉古木沙，那些那卡拉罗马利斯个乌麦努个杜伊亚，伊沙格玛玛达瓦和你来国有财产属伊沙里嘛伊拉沙吉拉。国有土地没有取得合法使用权，你就不能用，这才是我们要坚持的，所以我们才认为他应该要回来。那另外，他如果还有涉及原住民传统领域，他还是要做这个部分的处理呀、啊。的确，他是有疑似侵占林务局的土地，窃占林务局的土地跟国有财产局土地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还在厘清中，就是相关他到底窃占的范围，然后窃占的情况，案件还在侦办中。在屋外你屋门以上那个阿 miss 应该开的安心 bill 那个特地呢，那给你跟一包包个的呢。Tauan kita enki hini rebabe kusang ka kinas asangan nu nakatumal sa isa so hini kasinsin reho kumusha tinauan umay bala tumal pa aw haya tumal ka umme isa nu katuiya yo shakira kumusha hayda aroma ka tinauan kusang ima umay bal ka kaspengan 非常的明显，它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一个违章。那我们常常跟他，常常之间，我们就在讲他是，比较小一号的美丽湾。有关违章建筑的部分，我们已经通知那个黄色所有权人哈，一个月里面去补办那个建筑执照。啊，一个月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有补办建筑执照的话，我们就依违章建筑处理办法核发那个拆除令。侬个杜伊亚，我们好是尼古沙恩个大伙计，本罗安尼伊啥新鲜来好个木啥？那是亚嘛大瓦湖南个伊拉，啊那是白石拉侬杜伊亚嘛乌格个皮纳大瓦，伊啥是尼？那是亚个木啥？杜伊亚白二十二是尼古沙恩个皮纳大瓦，说乌麦尔嘛不干尼，该的阿敏奥是尼来瓦萨朗伊嘛该的个乌麦，你乌该亚到皮纳多罗多。